遇见你之前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懵懂的小镇女孩。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out there who can claim to have outbonded James Bond, but birthday boy Wild Willie Will Traynor is certainly one of them. So, Will, any final thoughts, bro? My favorite outfit was the glittery bits and my bumblebee tights.但还是能感受到角色的真诚。充满善意且制作精美的经典爱情片，既是其中一位主演的演技拖了后腿，两位主演的表演都太过激烈，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化学反应，并在冒险中透着可爱。这部电影以恋爱电影的外观，实际上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如老话，人不可能什么都如意。你可以是富人，你可以很富有。Sorry, we can only serve premier bachelors. 萦绕在我心中的困惑是威尔，可不可以不要去了结自己的生命？瘫痪前的威尔的生活像是加快运行的马达，速度过快，享受着刺激的乐趣，认为人生就是挑战。可是当车祸逼近荡尽他的生活，他仿佛坍塌了一般，完全不承认这受限的人生。如果他能够接受这不能动的现实，他会不会更快一些与露露一起探讨轮椅上这不同于记忆高度的生活？会不会迎来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感谢您的观看，欢迎小伙伴在下方点赞留言，我们下一期再见。